敢像这样无谓的翻到聂姬脸上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囚徒上挂飞且没有大心脏，在小木屋的门口定点弹开他，为的是木屋里他不好起跳，可以给囚徒一个监管落地后的反应时间。毕竟我的任务不仅是拖时间，还要保他活。囚徒弹射拉开距离后交开电击，但我的磁铁还在 CD， 最后关头丢失磁铁还是晚了一步，囚徒被击倒。这样一来，我没有磁铁自保，很有可能要步他的后尘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板区多拖时间。聂西粘得很紧，顶板、片刀，多创造出一些身位来，方便翻板。看眼了，这下博弈的难度变大，聂西出刀就会更加谨慎。他料定我不敢翻，无奈只能交出飞轮，尽量倒得离囚徒远一些。因为聂西在接倒我之后回去处理囚徒是必然的，帮他拖时间也是帮我自己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不仅囚徒没起来，佣兵因为摸我给搭进去了，挽留时间还有很多。我必须交出自愈，趁着监管者挂人丢一块定点磁铁，不以回头贴近距离，提前触发磁铁，成功后绕树躲刀，卡时间进板，再躲一刀，虚晃一刀，再下板，这个时候下一个跳也就好了，我也到该死的时候了。挽留还有40多秒，杂技演员需要抗压的时间就短了，而翻盘的希望就在他的身上。聂西尝试处理杂技无果，前面我也拖了一段时间，他害怕佣兵交自愈，选择先回去。牵起佣兵，然后地上的人和椅子上的人双手。他的眼睛一直锁定着杂技演员，挽留还剩下最后的20秒钟，我要尽可能的往佣兵附近爬，期待着杂技演员把佣兵成功救下来，并且能够创造出一个佣兵过来治疗我的身位。幸运的是，他做到了这一点，并且叶希也将矛头指向了满血的他，想在一刀斩最后时间处理掉他。但是他没成功，杂技演员撑到了挽留结束，佣兵也来拉了我一把，现在局势两极反转。我没有自己，杂技演员点不动门，聂西肯定会优先处理我，所以靠近电机，接上早已备好的电机加速。聂西下一个跳也快好了，和他板区博弈毫无疑问不是明智之选，同时他肯定会阻止我进入高墙，那就利用好这一点，假装进大房，实则骗出他的跳，技能真空期，这是最后走门的机会了，一定要把握住。传送偷袭留影是开局打了佣兵一刀，开了技能转头就来杀我，多亏这块磁铁把我送进安全点位，飞轮解电，虚晃骗抽刀，再下板，一场出现蓝圈点磁铁化解灾灵，一个电球一个灾灵就逼得我手段尽出，被刀在所难免了。瞥了一眼是地下室，好在它是名牌传送。我就不那么担心会暴毙在地下室了。柜子加速，可以再绕一圈，打算绕完这一圈就撤的。影视发现一时没有刺杀我的机会，又一次换人追了。但这个牛仔也不好惹啊，也没找到什么机会。最渣的地方来了，他又找了我，这个一开始就被他放弃的目标，因为场上所有队友的切电都在 CD， 牛仔一时也没办法摸到电机，我就是个光杆司令了。毫无疑问，我也没有机会牵制起来。沦为了他的第一个节奏点，我上瘾，队友没时间打状态，遍观全场，只有这个顶着通缉的佣兵最有可能救下我，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来了。第一个破坏防止了远程拦截，在这个位置吃电已经没关系了，时间足够他把我救下来。当然，代价是得双趴，所以我现在任务艰巨，我下一轮上瘾，电机必须全部压好，否则就没有人能救我了。大风车，天然的高墙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也看不到他。但监管者的脚步是很明显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请依靠自己的听力，只要不被反绕到，一圈一圈的绕，距离近了就用磁铁重新拉开距离，想脱扣剩下的电机还是很有希望的。绕圈的时候尽量贴模型，可以方便躲电，并且少走冤枉路，一举两得。这个飞轮交出来，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和手段，这刀只能吃了。有牛仔可以帮我扛一刀。转大点是不现实的，他还有再临。大风车这个现成的高墙，没有视野的你总不能再临的那么准吧？还是小区的 S 牌影视的熟练度，这个再临直接给我揍懵了，倒头就睡。对不起你啊，牛仔，
帮我分担伤害也就算了，还得委屈你来救我。不过眼下最有手段的人也就是你了，只有一胖牛仔的勾手反跳，我才有希望能被救下来后在他们站坚持足够的时间。呜呼，这个人救得太赞了。飞机开得有些仓促，但是死者为大，要以牛仔的信号为主，虽然他可能看门站没办法坚持住吧。呼，这两个电球谁敢闻，把路封得死死的，牛仔也毫无招架之力了，就算是野人在这里也得躺啊。牛仔做到了他该做的，剩下的就要靠我们了。隐士把牛仔接到后连了个门，指望着大门能开是不现实的，他还有一个传送，所以我们场上三个人都要走动起来。被通缉的佣兵要作为诱饵留在大门，我和杂技演员一左一右要打游击，等敌退时我们再进，也就是等他传送的那一刻，我们俩就会飞奔向小门救牛仔。佣兵的血量有杂技演员分摊，可以多吃一刀，时间上应该足够我们救到牛仔。同时因为两个门都是连着的，所以小门也会有一些进度。下一步我们是点小门还是选择去救佣兵，就要看佣兵接下来撑的时间了。如果他在我和杂技演员摸到门之前就倒了，那这个门就是绝对点不开的，我和杂技演员就要继续出发去卡佣兵。而佣兵倒地的时间不尴不尬，正好是在这个时间点而又没满的状态，毕竟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嘛。我想着如果能点门直接走人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不过认清现实之后，我就出发去卡人了，这个时间点想点开门绝对不可能。判断局势最忌讳的就是自欺欺人，所以要立马采取下一步措施。牛仔拖的时间我们不要浪费，杂技演员最先出发，所以让他来救佣兵。勘探员选的卡的小船比屠夫压迫力掩护两个队友点门逃生。这个时候我已经起心跳了，通缉会持续暴露我的位置，想藏是藏不住了，只能直面枪毙，在他再临的位置封一块磁铁。在第一轮卡牛仔的时候，我有生命不能救，因为自己在小门的犹豫，给小门点了一个指令，这也传导着大门有了一定的进度。这样一来，我走地窖要坚持的时间也少了很多，每一步似乎都有作用。这些操作的效果一点点的积累，等着队友都逃出了大门，结果也该出现了，地窖就在脸上，把握住这个运气加实力缔造出的机会。